好香啊。喜欢这个？嗯。走。咱们再闻一遍。下班了。下班了。大家先别着急下班，问大家两个问题啊。答对的下班，答错的加班。姓林，你先说，咱们公司卖的什么产品？卖的牛仔裤。你可以下班了。谢谢老板。许昕，你说，咱们公司上半年卖出去多少件产品？1,600,008件。下班。谢谢老板。天小豆，你说，买咱们公司产品的顾客都叫什么名字？你留加班，大家都下班。100多万人。